说原本说要不要来唱那个唱到居家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下一首歌，而且一首歌很特别，是真正的一个学长教我们的。我知道那个学长是谁，他也是都兰的。这首歌是阿吉教我们的。我本来以为是都兰的歌，结果不是。后来去问，就是说这好像不是都兰的歌。后来就问说他先唱的就对。对对对，他就教我们这些学弟，我小阿吉一届，然后就有带到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去问说，就说这好像是那个呢，资本的三浦一哥哥写的歌。后来又问说，好像也 不一定，好像是他们一群人写的歌。然后我们之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叫做夜空。然后最近在找这首歌的资料，才发现就是那个原来是那个也是资本的哥哥叫阿修，也是做的歌。然后这首歌他的在专辑里面有发，叫做《哥哥的聚会》。哦，对，哥哥的聚会。然后这首歌就是我听到那个袁凯在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惊讶，说啊，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，怎么会唱？好，然后但是我要讲这首歌，就是以前我们东中嘛有那个民歌比赛。东中杯，东中杯，然后现在是东中杯，我们那时候是民歌比赛，我们叫民歌比赛，对，我们叫东中杯，我们那时候叫民歌比赛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同学组队，我的同学有武龙、保普，就是那个保普，我同学是保普，还有一个苏明，哎，啊，苏明大我蛮多的，是啊，我没有遇到苏明，苏明大我大概到五六届，然后我们就组队，然后我们就去唱了，然后我们就是用这首歌，然后去报了东中杯我们的民歌比赛，你猜我们第几名？第几名？我们第二名。啊，输什么歌？我们输给《天天想你》那个人真的太会唱了。然后后来那个人有发过片，这样现在应该过得很好吧？我们认识吗？应该不认识。哦，没关系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叫《尬聊》，哎，硬要聊一下啊。夜空 Flash Tag 就是哥哥的聚会。就像自由的风，
唱唱自己的未来，说说着我们的梦，一样大声的歌唱。我爱你也要那大家，谢谢。我们是东中学长学弟，我是学弟。哎，好啦，我永远当学长啊。那都，对。OK，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东中学长学弟。